厨师的好厨艺共同结合来推动的。那我们也谢谢各位伙伴。那在这里呢，我先说明一下，稍后我们的签约仪式，我们有三位见证人哦，有郭玉信局长、林美华副分署长以及王根生理事长。那么我们签约的甲乙双方呢，分别有餐饮业界的代表，还有青龙的代表哦。餐饮业界代表，我们有异域滇转云南餐厅，还有新百王餐厅；青龙代表大鹤米农场及配方农场。稍后我们要邀请以上总共有四位签约代表，三位见证长官都要请您上台。签约后，我们会有一个请饭的仪式哦。好，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签约的双方代表，有请新百王餐厅行政主厨简静红主厨请上台，也是新百王餐厅的老板，而异域滇转云南餐厅的经理李丽敏小姐请上台。我们再请有机友善食材供应商配方农场老板吴成富吴老板请上台，大鹤米农场老板陈世贤老板请上台。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见证人，有请郭玉信局长，来自唐市政府经发局局长，还有农粮署北区分署副分署长林美华林副分署长，以及我们魅力金三角协会的理事长王根生王理事长请上台。我们先请甲乙双方签约代表人请入座，也请见证人请就座。好，来，吴老板及我们简主厨请就座。我们会先请甲乙双方代表先签约，待会要两边交换合约才算合约完成，完成后我们会先取一张合约完成的签约完成的照片。我们再邀请我们所有的合约厂商一起上台拍合照。请三位见证长官帮我们看一下是否完成签署。好，完成签署，我们请四位代表三位长官一起起立，我们共同将这台上有四份，等于一式两份哦，等于是两式合约书，对，我们展开，两两展开面对镜头。好，请取镜，我们比个赞好不好？我喊魅力金三角协会，我们喊赞，来，魅力金三角发展协会，赞。好，第二张照片，我们邀请吕玉玲委员、舒翠莲议员，还有张老旺大哥来一起上台取镜。第三张照片，我们要有请以下唱名的店家上台拍大合照哦。我快速唱名。请各唱名店家代表请准备，来，七彩云南八妹婆婆、闪妹小厨、象记食品、小正太饮料、杨家酱饼干、中珍云香饼干、云南大使阿妹饼干、情记馒头。好，我们比个赞，来，魅力金三角商圈协会，赞。那就先拍这张合照，这是第三张合照。好，来看前方，看前方。好，一边拍照我一边继续唱。青龙代表有上好名茶、就好猪、八宝米农场、旭升农场、配方有机农场、高个子河谷、暗黑工坊、兴隆商行、三旗蜂蜜、中关农场、明珠云南菜行、原先智慧农场、咸水翁合作农场、雪花辣，还有香源食品。好，来，我们现在请我们签约的合作伙伴们请上台。那我们请前方长官请坐下。好，来来来，我们
可以再上椅子吗？还有椅子吗？好嘞，我们两边。真的要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们愿意共同努力来打造魅力金三角商圈。好嘞，先看前方，这么得待定得保干净哦，因为我们局长长得实在是太帅气了。我来看前方，好，先看前方，举手，摄影师你先举手，看你那一台，看这一台，来，魅力金三角协会，赞，然后还有商圈，好，来，我们还有手拿牌，好，还是这个牌子给苏翠玲议员好了，因为你要拿合约书了嘛，好。好，来，我也可以进来哦。好，来，我喊我们的商圈哦，魅力金三角商圈，赞。好，来，开放自由取径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请台上的甲乙双方的合约厂商、合作备忘录厂商及我们的长官，请入座。